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槟榔，欢迎来到民族阵线。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将再讨论一下奥运的比赛。那么这个奥运比赛本身呢，不是我来讨论的，因为老槟榔不是体育类博主。那么我主要是讨论一些政治因素啊，和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现象啊话题。那么其实这两天呢，关于韩国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啊文化上的敌视和仇恨呢，啊已经报道的够多的了啊，我也用这个深层次的讲法来告诉各位了，那么也用我个人的经历来告诉各位了啊。那么显然大家对学术的东西呢，可能关注度不是很高，我看那个视频也就16000-17000的点击量，但是对于这个从社会的角度上面去切入它啊，刚才大家这个关注度比较高一点，有个视频达到26000了啊，多10000。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包揽金银牌，韩国不满申诉被驳回，决定诉诸国际法庭。也就是说啊，短道速滑1000米，传韩国的所谓传统厉害项目就是短道速滑，他到现在颗粒无收以后呢，他们要说啊，这个裁判是不公啊，给中国东道主优势，然后呢要上升到这个国际法庭的这个高度去了啊。前两天呢，因为这个开幕式，我们啊朝鲜族同胞穿着朝鲜族服饰进现场去举旗，他们批说偷窃韩国固有文化，而且呢到台这个事情都上升到韩国的总统府了啊，韩国的总统府发言，韩国的国会议长啊朴炳熙向栗战书当面抗议啊，再加上这个民间更是啊一阵这个敌对的一个姿态，仿佛要把我们给吞噬了。那么现在呢，这两个事儿还不算呢，还有第三个事儿，就是啊这个韩国的网友把怒火啊国民从上到下把怒火撒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叫安贤洙，是前韩国短道速滑的名将。那么后来呢，由于在他这个韩国国家队队内遭到这个霸凌啊和排挤啊，没办法啊，只能加入俄罗斯国籍啊，替俄罗斯在短道速滑这个项目上面啊取得了重大突破，更是在索契冬奥会上包揽了3枚短道速滑啊300米、500米和1000米的这个金牌啊。那么后来呢，作为这个教练啊，加入了中国短道速滑教练团队，因为作为中国主教练，因为现在啊在北京冬奥会上韩国传统强项短道速滑颗粒无收啊，再加上到现在他的这个金牌也是颗粒无收，这个让具有历史悲情主义的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们不买账了啊，这个要对安贤洙进行这个霸凌，霸凌不算，他的家人啊在韩国。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留言啊，把他们家人霸凌的要死，从他爹妈老婆孩子啊狂骂，骂了人家现在都不敢出门了，紧急的把 ins 账号给关掉了啊， facebook 账号关掉了，全部都关掉了啊，骂得很难听，什么一把火老子把你家给点了啊，臭婊子你好脏啊啊，你这个说他老婆下面那个生殖器里面都是蛆虫啊，什么安贞观啊，不说这个安贤洙这个垃圾那个垃圾啊，卖国贼叛徒败类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啊最令人不耻的那种跟生殖器相关的话，他们都啊觉都送给人家家人了啊。那么就这个件事情，这两个新闻我们简单来看一看啊。中国包揽金银牌，韩国不满申诉被驳回，决定诉诸国际法庭。国际滑联驳回韩国队和匈牙利队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申诉后，韩国方面2月8日决定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判罚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据韩联社啊，你看韩联社它都属于国家的这个喉舌了啊，属于是这个党媒啊，属于是这个喉舌媒体。2月8日报道，韩国体育会2月8日宣布，韩国冬奥代表团
代表团决定将短道速滑运动员黄大宪和李俊瑞遭遇不公正判罚一事诉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韩国代表团团长尹洪根2月8日将在北京冬奥主媒体中心就有关问题召开记者会。韩国体育会表示，选手们为备战冬奥运付出了血汗，韩国国民对不公判罚的反感情绪沸腾，如此判罚得不到国际体育界的支持，加上国际滑联和国际裁判之间存在不透明关系，韩国代表团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最后决定诉诸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啊呀，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你说你从技术角度你去分析，你说哎呀这个判罚好像不公啊，但是我们现场也有这个啊，北京冬奥会这次现场加装这些高科技、这些高清晰的啊，这些鹰眼，这些是监控器，那是看的是一清二楚啊，技术上没什么任何问题啊。你犯规就犯规，而且对吧，还这个要使出曾经对王蒙使用的那种招数，肮脏的要推倒中国选手，他没成功啊，对不对？那这么肮脏的，我相信大家啊，对韩国啊体育界在国际任何体育赛事项目的那种肮脏程度，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我就说拿一个足球来讲吧，那老掉牙的可以说到2002年韩国世界杯，西班牙跟意大利，对吧？因为这一仗踢的整个欧洲对韩国非常厌恶啊，意大利更是差点和韩国就是这个外交上断交了，而且好像宣布意大利意甲联赛不能用韩国人啊。原来在意甲踢球的那个韩国对当时的头号球星叫安贞焕啊，更是在球队被排挤，被这个意大利人说你的嘴都吃的都是你韩国人，你的嘴啊，你吃的都是那个大蒜，你嘴好臭啊啊，用这样的话去侮辱他、羞辱他，最后导致他不得不啊这个被排挤，没有球可踢啊，最后回到韩国，然后最后又不了了之啊，对不对？那现在近的我们来讲，就是这个男足，对吧？男足，韩国男足在亚洲啊，那些西亚球队都是讨厌的不得了，说他妈的踢人还是踢球啊，对不对？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也是啊，哪个些队伍跟韩国队分在一起都是头很痛啊，这个他们对当对手的头号球星、当家球星都是采取这个啊推拉搡跪膝这种极其无耻下作的这个啊。这个行为啊，要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啊，对于他们来讲，只要获得比赛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你看，他这个韩国这个体育代表团队啊，要把这样一件事情诉诸到国际体育仲裁庭、国际法庭上面去了，显示了他内心的极其强的这种自尊心啊，这种卑劣的自尊心啊，而且他自己的那个手段又极其卑鄙无耻啊。经常是韩国的选手在任何体育赛场上，对手都会触他三分，为什么？都怕韩国选手把对手给什么废掉了，职业生涯给他报废掉了啊！你短道速滑这个是多么危险的一个比赛，你在电视机前看好像这个速度好像也还好，你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个速度蹭蹭蹭蹭蹭都是这样的，很快的，那你把中国选手推倒，不管是中国还是那个选手，你这样故意去推倒的话，让他摔下去的话，你想这个膝盖、这个脚踝啊，很多都是直接就是重伤的啊。韩国对韩国那个韩超叫做 K 联赛，经常有球员就重伤啊，被铲球铲的就重伤，腿都废掉，职业生涯就报废了，明白吧？为了要赢，这个我说过，跟韩国他的整体这个社会啊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社会资源稀缺，被啊七至十几个家族给控制了韩国的经济，大概20个家族吧啊门阀控制了整个韩国的经济啊，就方方面面，从他们衣食住行全部被20个财阀控制住，以至于韩国总统就是个花瓶摆设啊，他们能直接干预整个韩国的这个政策啊。那么很多韩国人，你想想看，这么几个家族，这么几口人控制整个韩国，让韩国社会变成了漏落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一个社会。所以韩国人信奉，很多人爱看的那本小说《三体》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
要么你把我给毁了，要么我把你给灭了，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你说用在体育场上那能多恐怖啊？韩国的职场那更是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人甚至几万个人去争夺一个晋升的职位啊，往往是为了晋升不择手段啊，领导更是啊对下属潜规则。我曾经也谈过韩国的女朋友啊，她说她不在韩国上班，想来中国上班的原因就是在于韩国的公司有三种是她不能接受的。第一种就是各种潜规则，领导对你的性骚扰啊，没事啊，屁股上这样捏一下，没事胸部这样一下子，对吧？没事，后面这样抱住你，哎呀，宝贝，这酒，就这样，对吧？这种性骚扰以及直接的性侵和一些偷拍啊，让他受不了。第二个，韩国这种啊维多利亚时代的残酷剥削和这种啊懦弱强食的公司竞争文化，社畜简直就是。有的你老板如果是个工作狂，那在他说在韩国下班没有低于十一点下班的。我说那么夸张吗？我说我哪还没有低于十一点下班的。他说没办法，他说大多数他的公司都是这样的，都加班很晚，领导老板不走谁都不敢走啊。他这种而且工资收入也就那样啊，韩国平均收入是比中国高，但是他的物价也非常高啊。那第三点那就是啥啊，那就是这个韩国这个社会文化，包括那些啊各种各样奇形怪状思想以及这种很极端的这种状态，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啊激烈的竞争攀比啊，和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啊，就是你从公司被前两个已经蹂躏的遍体鳞伤了，等你到社会当中去，你去社会当中接触，哎呀，有些时候都碰到一些很垃圾的事情，所以他选择来中国，因为中国没这种事儿啊，有也有可能就少啊，但是韩国是很多啊，所以愿意来中国，所以他的体育界也是非常竞争激烈。为什么这次他们对准这个安贤洙啊？为什么安贤洙会加入俄罗斯国籍，叫安德烈对吧？他为什么会被网暴啊？他为什么会到加入俄罗斯国籍啊？不就是当年在韩国转到速滑队被这个啊非体大派，他是这个体大的嘛？那么他们体大派和非体大派被非体大派给排挤啊，经常把他和他的学弟啊叫到寝室里面啊，就让你戴我头盔，然后就暴打他，拳头砸上去。大家知道韩国的国民的这个啊，我不是说韩国吧，就是他妈这个朝南，就是这个棒子国吧，这个棒子国他的国民表情就这个表情啊，拳头紧握。就这样一种表现，他们经常是为了，所以他的对内竞争是很激烈的，拉帮结派，各种霸凌欺凌啊，打你啊，骂你，辱骂你啊，冷暴力热暴力啊，然后最后把安贤洙排挤到了韩国女队，用跟女队一起去训练啊，去羞辱他，那人家不堪羞辱怎么办呢？只能背井离乡啊，因为他热爱这项运动。那韩国那么这个体育代表团，因为他受伤，因为霸凌，因为派系斗争把他给排挤走了，那人家也想参加比赛怎么办？只能去俄罗斯吧，对吧？俄罗斯有这个欢迎他，他就去了，代表俄罗斯拿奖牌吧，对不对啊？所以在冬奥会现场上，所以在冬奥会上啊，帮助这别的国家加入别的国籍去拿奖牌很正常的现象啊，不要因为这个来喷中国，中国也很正常，只不过啊用了他们都用过的方法而已啊。那么最后中国邀请他，哎呦，你这个技术确实很精湛，我们需要你的支援，那人家待遇开的也不错，又能在这个地方，对吧，自己已经退役的，那帮助中国的小选手热爱这个比赛的啊获奖，那出一份力，为中国冬奥事业出份力，那人家也是啊一份职业而已嘛，对吧？你这个教练又不是说天天就靠国家养着，也要去一些俱乐部，去一些别的地方，也要挣工资的。你韩国那么排挤他，哦，现在家暴人，不是家暴，网暴人家啊，把人家骂的这个屌样啊，确实这个民族，我说我这个民族就不行啊。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
所以令人啊很讨厌啊，令人嫌。谢谢各位支持。